相传千年前，天火陨石降临古滇国，竟引凤凰朝拜。其后，献王得天火之心，领悟涅槃之力，故名凤凰丹。百年后，王权更替，献王离奇死去，凤凰丹也神秘失踪。有传说，凤凰丹已回归天外之域，也有说它被当作陪葬之物，藏于献王墓内。天哪！献王古墓果然真实存在，难怪之前找不到，原来不在中国境内。教授已经找到他想要的东西了。把钥匙给我。这是考古界至关重要的发现，你们这帮盗墓贼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上。Ha ha!
他叫张凯，加拿大籍华人，隶属一家考古机构。一年前和他的搭档孙木兰在境外的古滇国寻找一件古物，但十天前被该机构送来治疗，像是受到了超出认知范围的恐惧，而导致了精神失常。的确，和我当初在精绝古城的遭遇很相似啊。您有什么建议？他到底在寻找什么古物？或许可以从这方面入手。嗯，您看这个。想请您回国喝杯正宗的普洱茶。哎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历朝历代的古董咱这儿都有啊。您看这青花瓷，再看看这玉如意，保您吉祥如意。哎，大哥，您看这个，这货真价实的五钱币。您看这个，瞧瞧。比前面家便宜多了。胖子，帮我倒杯茶。嘉庆爷用过的紫砂杯，800块。齐活，哎，这可是3个月的口粮，你王凯旋是这个啊？胡八一，你甭跟凯爷我扯这些没用。我们摸金校尉三人组的名号传出去也是震天响啊！现在好，倒腾这些残次品，您不觉得丢份的？都穷得快光腚了，哪儿还有闲工夫琢磨这些？人大金牙可都说了，这单要是能干成，以后咱吃香的喝辣，金盆洗手永不倒斗。在祖师爷跟前，你王凯旋也是发过誓的。老当时喝短片了，说那话就跟放屁似的。这姓吴的来路不正，这钱咱不能挣。这年头啊，有钱就是爷。你王凯旋什么时候让资本主义腐蚀到这步田地了？凯爷这不是穷怕了？祖师爷说过，人能穷，但这腰杆得挺直了。嘿，合着你诚心给我唱对台戏呀？我你，哟，洋参谋，你别跟我提他。大哥，凯爷不说了，可您挡不住他来了吧？十里。找我准是麻烦事儿，说吧。你还是老样子，不肯吃亏，还没有情调。胡八一，这次你一定要跟我走一趟。
陈教授可是我唯一的亲人了。对，那相当于你老丈人。闭嘴。闭嘴。我可以出钱请你。这不是钱的问题。别介呀，这就是钱的事儿。您亲兄弟都明算账是吧？您能出多少？很明显，陈教授是找到了献王墓，编了这么多由头，无非就是想拉我下水道的。胡八爷，教授是被盗墓团伙绑架的，他根本就没有出境记录。说来说去，你就是不信我是吗？老胡啊，你这就不仗义了。人家舍利万里迢迢从美国过来找你，你不帮忙就算了，也别这态。王凯旋，我决定的事情你最好别瞎掰扯，吃你的肉归你的嘴。嘿，凯爷我还就不吃了，摸金校尉是咱们三个人一起闯出来的，凭什么每次你说不去就不去？这都混成什么地步，这火锅多少天没吃了都，你还转什么情报啊？这事儿没你想的那么简单。少在这吓唬我，不就是个献王墓吗？我就不信了，没了你胡八一，我王凯旋还救不了这个人了。杨参谋，你这活啊我凯爷接了，你的忙我帮定了。胡八一，别后悔，走走。这边来到底想干什么？请问您如何看待生命？啊，不要误会，这不是个哲学思辨。就像这样，你可以把生命看成是一段出生是起点，死亡是终点的旅程。生命的意义就是这段旅程的过程，无关财富名利，只取决于你最珍惜什么。夜深了，您早点回去休息吧。胖子，开门呢，胡爷。胡爷，是我，胡爷。胡爷，我有事儿跟您说。哎，胡爷，我有事儿跟您说。有话就说，有屁就放。得嘞。凯爷让我给您捎句话，他和杨小姐去救陈教授了，这以后是不是兄弟啊？您自己斟酌。
哎呀，胡爷，容我说句不该说的，杨小姐这事儿啊，要离开您胡爷，侃爷还真玩不转。这要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，您这……胡爷，还有个事儿跟您通报啊，那姓吴那孙子让鉴定的东西，我看过了，要是没走眼的话，应该是有关于木尘珠，行话叫木尘珠。对，说是从美利坚那边一个什么姓陈的老头手里拿过来的。哎，胡爷，这干嘛去啊？胡爷，这又唱哪出啊？胡爷，杨参谋，您看老胡也不在，要不你跟我交个实礼吧？老爷子这次到底什么计划？我不知道。别介呀，我都跟你来这地儿了，你还跟我藏心眼，这就不仗义了。胖子，你不会真的以为我在骗胡八一吧？那不废话吗？嘻嘻。老爷子不会真被绑架了？那这会儿我哪干得了啊？对不住啊，我先撤。这是绑架，不是盗斗。这美刀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呀！你开个价吧。要不咱回去，找老胡再研究研究。这小子鬼点子多。事成之后给双倍。得，谁让凯爷穷呢？杨参谋，杨参谋，您看能不能先付点定金啊？这个乾隆山啊，在我们这里又叫埃腾，等过了蛇河也就不远了。按照这张地图走，天黑前就能到的。谢谢啊。这是一架美国空军的 C 型运输机，可能是二战时期给远征军运输物资用的，应该是受到了磁场干扰，坠落在这里。货，快过来，全是好货。混的，知道我凯爷吗？王先生，我们老板叫你去一趟。哟，还真是奔着我来的。那你让我走我就走，那我多没面子呀！少在这废话。各位爷，咱有话好好说。走吧。
授，为什么不走水路？其实，虽说我是个道统文物的，但我本质还是个商人。有时候，为了达到目的，不得不放弃一些利益。来这种神秘的原始森林，谁知道会碰到什么？若不带点家伙，那就是白白送死。你早就知道了。本来是为了以防万一，不过现在看来，可能是用不上了。如果没出什么意外的话，你应该很快就会见到他。吃早玩完，有机会就跑回去。张老胡，爷哪能认你啊？爷哥，打爷领的。切磋就伤了和气，是吧？回去我再收拾你，带他走。革命道路多宽广，聚散无言见态。万一老子就知道你手到我出事，别闹了！你刚刚说什么拳头？还记得大金牙当初联系的那单生意吧？嗯。那姓吴的？嗯。他故意给大金牙漏了风，就是想引我们来这里。可惜，我们金盆洗手了，又是出了名的软硬不吃，所以他只能绑了陈教授。逼迫我们来这里，刚才那些人应该就是他的手下，我说对吧？这孙子还敢跟咱们玩花活，早晚让他知道摸金校尉砍爷的厉害。事情都弄清楚了，咱们现在赶紧去救人吧。这茫茫大山的，你去哪儿找他吧？你呀，就别显摆了，有办法就直接说。陈教授沿途给我留下了联络记号，我们来个将计就计。那还等什么呀，走啊。哎，又怎么了？丑话说在前头，这次只救人不道德。小气，走吧。
对不起，老板，计划出了点意外，让他们跑了。不过你放心。算了，我们又不是上帝，执行第二套方案。明白。走。森林神器发生变异，罕见的食人苍蝇啊，快走啊！兄弟那么痛苦的去死，但你也没有权利去结束别人的生命。你应该知道，在这种危机四伏的原始森林里，任何的妇人之仁都是会害人害己的。我这么做只不过是想为了更多的人活着。蛇西村，去打听一下吧。大哥，这蛇河怎么过？不知道。哎，姑娘，这蛇河怎么过去啊？不知道。哎，两位大婶。这蛇河怎么过去啊？哎，这可不知道啊！走。哟，我们这妇女只有胡八一同志，今儿怎么也不灵了呀？怎么，没人愿意吗？据说蛇河里有魔鬼的爪牙，一提到蛇河转身就走。看来现在只能绕远路了。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还什么魔鬼的爪牙，够迷信的呀。哎，我听说你们需要向导。我去。你们给多少钱？钱不是问题，但你靠谱。你能做主吗？嘿，凯爷，我去哪儿都不问，就谈钱。不管是哪儿我都去，但是钱要给够，给足。兄弟，你少送人了。哎。哎呀，我走南闯北半辈子还没被人这么欺负过呢。你打不过他。我没有恶意，只想赚钱。想挣钱得有资格呀。老胡，今儿你要是不把他给我撂倒了，你就没我王凯旋这个兄弟。我兄弟领教了。
身手，还来吗？够不够？事成之后，我要再加一倍。嘿，这家伙比我还财迷呢。你的手不疼了是不是？切，没问题。这小子不对劲儿，你说他会不会在船上做什么手脚，回头把我给……不至于。那他就是对杨参谋有意思，要不然干嘛主动来当向导？你嘴皮子利索，找个机会跟他盘盘道。胖子，又说谁坏话呢？啊，没什么，老胡说他想你了。哎，你别听他瞎说。胖子的安全我不负责。嘿，凯爷的安全什么时候用你负责呀？我跟你说啊，真遇上事儿，你死六回了，我还活蹦乱跳呢。雪莉，谢谢。船上没有别的食物，只能委屈你了。哎，村民口中的魔鬼的爪牙究竟是什么呀？我也不清楚，不过我从来也不相信这些牛鬼蛇神的封建迷信。因为无知，所以无畏。大自然的神奇啊，可不是你不信就不存在的。有机会，海爷给你上一课啊。这鱼好好吃啊。海爷也饿了，你给我弄点吃的去。你自己去找去。小鱼干真好吃啊。那你就多吃点呗。哎呀，你们小两口斗嘴我就没必要听了。坐下。谁跟他是小两口的？得，你们是纯洁的革命友谊，那我撒泡尿就行了。胖子，好歹我也是个女的，能不能稍微注意点？他就没把你当女人。那你呢？救回陈教授，救回美国。转移话题干嘛？如果可以的话，多待几天。这算是请求吗？所以你怎么想啊？那如果我现在问你愿不愿意跟我去美国呢？什么破天啊，怎么这么大雾啊？雾太大，船开不了了。今天你们先在船上将就一宿吧。哎，管他什么天呢！哎呀，我先睡了啊。
来干嘛？我那兄弟让我来盘门道。我母亲一直有病在身，最近加重了，我需要钱。不信你，信的话你就不会来了。你在哪个边防当的兵？在内蒙边境当。你怎么会知道？你手上的老茧，肩膀上的肌肉，还有动手时候的格斗技巧，都是常年当兵的特征。还有你双手的冻疮，那就只能是在寒冷的边境。正式认识一下，胡八一，当过几年连长，从战场上下来的。边防兵班长，罗干，部队番号是？部队番号就不用报了。既然都是战友，那这趟镇龙山之行就全靠你了。这趟我只赚钱，不拼命。我还有母亲需要我去照顾。懂了。晚饭又着落了。哎，别碰他们。哎，不就是条鱼吗？还能把凯爷给吃了？这还真吃人呐。杨三宝，这什么鱼啊？这是刀齿魁鱼，祖先可以追溯到冰河时期的虎齿猿鱼。这鱼生性凶残，群攻之下可以瞬间咬死海洋中的霸主龙王鲸。不是，这深海里的鱼怎么跑这儿来了？因为冰河时期的巨大洪荒，他们的后代已经变成淡水鱼，但是依旧凶残，是出了名的食人鱼。啊，不好了，我们被包围了！臭家伙！快进来，我给你拿刀。生吞了，看来这水路是不能走了。好在离这龙山腹地也不远了，徒步上山吧。哎，我扶我一个。哎呀，怎么这？哎，
看来这真正的献王墓就在这遮龙山里。为了木尘珠，这个长生不死的虚妄传说死了这么多人，值得吗？值得。为了木尘珠，我自己都可以去死。你既然不是为了自己求长生，那为什么还要牺牲那么多人的性命啊？放弃吧，你的本质是不错的。我从小就被师父收养，跟着他盗墓发家，因此也结下了不少仇家。我以为这辈子就在这种干尽缺德事的日子混下去，可老天爷让我遇见了我妻子，那是我一辈子最快乐的时光。可老天为什么还是不肯放过我？那些仇家要杀的是我，可为什么偏偏我还活着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老天要这样对应我？观龙查伤，定穴分水。这献王既然用木尘珠选穴，自然求的是长生不死。但这龙怕孤独，血怕寒，四顾不应真堪危，就不会是定穴良驹。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有记录，凡龙脉改形换势转风变水，需要动地脉周围九个穴眼，才可保风水关锁缠护门。献王既用木尘珠求长生不死，必以此选穴。您就别拽这些听不懂的了，您来点直接的吧。这献王坟到底在哪儿啊？既然是九改风水格局，那就离不开九曲回环朝山汉。依照遮龙山山脉走势判断，这献王必然在山水交汇的深处，找到地下河道也就不远了。走走。不能再走了。
对不起，我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了。怎么着，这事儿还没了呢，你就想跑啊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们是来盗墓的吧？实不相瞒，有个朋友被盗墓的绑架了，我们是来救人的。救人也好，盗墓也罢，我劝你们放弃吧。哼，哥们儿，今儿你要是说不出来的四五六，凯爷现在就揍你。这块界碑上写着，再往前走就是神王沉睡之地，任何人只要进去都会遭到神王的诅咒，永生受尽煎熬。狗屁神王，你少跟我扯这些封建迷信的。阿甘同志，你们传说的神王到底是什么？据说神王得上天眷顾，受凤凰庇护降临，万世不死，永生不灭。我虽不迷信，但是族里有规矩，不能进入此殿。这钱我还给你，可是我真的不能再……不用了，钱你留着，我们尊重你们的习俗。既然如此，阿甘兄弟，我们就此别过。我王凯旋最瞧不起的就是骗了钱又装可怜的怂货，哼，都给当兵的丢人。呸！等一下，应该就是这个方向。十六字阴阳口诀有言：阳从左边团团转，阴从右路转相通。这里既然是地下河入水之处，又在蛰龙山心脏之地，的确是建墓的风水宝地。不过这里阴气淤积，恐怕没表面上看得这么平静，大家小心些。哇，老胡，你神了，还真让你找着了。走走走。是什么呀？不知道。老胡，你没找错吧？这地下河道穿越山地覆薄而过，是水龙脉之下，肯定不会错的。穿过这里应该就是献王墓的入口了。哎，怎么了胖子？没事。这监狱里怎么好像有人呢？你干嘛？我看里边有没有什么值钱的宝贝。老大，往地下河方向去了，队长已经跟上去了。走。
看这梳妆打扮，应该是献王时代的古人。不可能吧？2000多年前的人，这又不是在墓里，不可能存到现在啊。别动！嘿，这是人与灵术，是几千年前流传的一种邪恶巫毒之术。先是逼迫活人脱下药丸，然后在人体内就会形成虫卵。等血肉内脏全部化为养分之后，再把人捆绑起来。由于是在短时间内快速失去了水分，所以人皮就会迅速干枯，变成硬如树皮的尸壳。够凶残的，拿人的身体养虫子，那人死了，虫子不也死了吗？等幼虫吸食完所有的汁液和骨髓后，就会在人体内形成一个真空的环境。幼虫不见空气，就会始终保持着冬眠状态，在阴凉的环境中可以维持千年以上。不过奇怪的是，怎么都会让蜘蛛丝给包裹了。封建迷信真是害人不浅。太缺了，够变态的呀。先把家伙准备好，防止一会儿碰到大粽子。别急，还轮不到粽子。老胡，你又想起什么幺蛾子了？胖子，咱们这次来的目的是什么呀？那不废话吗？当然是逗逗发。嗯。这是人蛹藤树，里面全是毒虫，绝对不能让他们接到空气。老板，根本找不到他们踪影，我们跟丢了。没事啊，就好。
那姓吴那小子可倒霉了，现在八成已经喂了虫子了。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还是先离开这里再叙旧吧。走。走。慢点。你们看，下方的地下河是我们逃出去的捷径。这里，你带着陈教授找入口。嗯，胖子，请点下气。走嘞。要走你走，我不走。你要干嘛？我要倒个斗。你疯了吗？都到这节骨眼上了，现在要是撤，咱不白忙活了？在祖师爷面前可是发过誓的，你忘了？你别老拿祖师爷压我，临阵脱逃才对不起摸金校尉四个字。这次可没那么简单。那咱一路不也走过来了？有什么好怕的？只要咱们仨齐心协力，再加上老陈头，这世界上就没有我们到不了的斗。这次去的话，我们会死那儿。我不想再过北京那个落魄的生活了，我也不想一辈子都等残次品。木尘珠就在那儿，荣华富贵就在眼前。好，你要送死的话，你自己去，可别拉上我们。慢走送。你行。好。好你个胡八一啊！我千算万算，还是找了你们道。是摸金校尉啊！要是没有你们带路，这么神秘的地方，恐怕我永远都找不到入口。姓吴的，你欺负老头算什么能耐？有本事你朝我砍一！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吴大卫，你要是敢乱来的话，我保证你这辈子别想见到献王。子弹击穿心脏，只有十分之一秒就能让人死亡。你要不要试试？听您的。石像，这得劳役多少无产阶级同志才能建起来啊？看来这献王也不是个好东西，是吧？献王像，献王墓的入口就在前方。摸金校尉，请。
那只猪。这珠子还真存在。继续往前走。这扇门就应该是献王墓的入口了。不愧是正宗的魔晶校尉。小黑，影响到了我们的大脑神经，所以才产生了幻觉。木尘珠，对，是木尘珠，没错，只有木尘珠才能干扰到我们的大脑神经。你们上，快！都机灵点儿，分开跟我搜。是。老板，就是这儿。Thank you.
放任行动。生路在前，死路在后，都神了，这蜘蛛怎么突然就跑了？阎王爷真不敢收我的命吧？没有出事就好啊。你去给我把木尘珠拿过来。吴大伟，为了一颗木尘珠死了这么多人，值得吗？我不管，没有木尘珠我是不会回去的。你呀还不明白吗？没有献王坟，也没有木尘珠，除了这些狗屁蜘蛛什么都没有。我不管，你现在好。快走！
该是受到了某种辐射。没错，肯定是这蜘蛛啊吞了木尘珠，发生了基因突变。什么都没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给我喜欢、勇敢和绝望？为什么？胖子，小心！想死的话就别发愣了，走啊！老胡，小心！
袜子裤兜我也洗。说话算话，我就知道你这货命硬。不，这里要塌了，快走，跟我来，快走，走。半路遇到那些人，放心不下你们，我就跟过来了。之前的事儿吧，我王凯旋做的有点过，今儿我给您赔个不是。你说的对，怂就不当兵，丢下战友当逃兵的事情，我阿甘办不到。够意思。哎，可怜了这吴大卫呀、啊。哎，老胡跟顺利呢。嘿，你们小两口光天化日之下配不害臊？闭嘴闭嘴。